狗仔队东区随便逮锦荣 ，Lady Gaga 黑香水向立青。旁白哥抓漏。Do you know who I am? Do you know who I am? 本周抓漏抓到一堆狗仔拍主线，意外拍到路人也是名人呐、啊，好比王伟忠夫妇去101参加小燕姐的寿趴，才消失在电梯间。Do you know who I am? Do you know who I am?哎呦，就拍到 Ella 的老公马来高凯啊，是说我们在拍右边的佩珍，左边还能换过去袁爱妃的男友林冠霸呀。哎，你怎么都没换衣服啊 ？Do you know who I am? Do you know who I am? 哟呵，不过拍个亚东烈约会，路边也会杀出个小开呢。Do you know who I am? Do you know who I am? Do I know who I am? Do you know? Do you know who I am?抓漏，紧接着是擅长拉丁舞的刘震，哎呦，这样还真不好认出你来。他为新秀台湾舞娘认真苦练钢管，磨磨擦擦，擦出一双我催腿是怎样？哦，这牺牲程度之大，谁都别想跟他比，谁都别想。喂，这我妈妈的是什么啊？原来是 Lady Gaga 的黑香水广告。她祭出成群的猛男，好比小蚂蚁，爬呀爬在她心底。喂，还穿了蛋黄打出来的围巾，这样真的会招蚂蚁吧？然后呢，被黑香水喷过的感觉，就像泡在沥青里面。哎呦，这种感觉好熟悉哦。这是龙纹身的女孩的电影片头，这是卡卡的女神香水广告，这是电影，这是广告，电影广告。哎呦喂呀，谁都别想超越沥青，谁都别想。苹果娱乐新闻 ，Blast Studio Live 报道。